阿拉国人他是白龙学，白龙学要来更换第二线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哈，之前先进车业老板赞助我的东西，来，哦，来先感谢阮先进啊，吼，迄当阵啊，哦，这我那比较三当前的代志啊，好，然后我们哦，感谢一下，你如果要买中古车的吼，汽机车维修的话，买卖哦，他们那边都有，在云林哦，上网 Google 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哦，线组的部分，好。这不知道必要说想法困难，我也不知道。来哦，我们先来比对一下 哦，它的长度，这应该这是够大，诶，这不是大顶线组，这个是前面的，它是这样子，这样过去过去，然后这个到后面，诶，啊，那也无啊，这是头前的，这是头前的，哦，这是前面的，啊，伊只后壁佫有一个电盘，这包咧啦，哦，啊 ，CDI 的吼，哦，是这一个，安尼，啊，这是 Corelu 线，诶，真潮呢，啊，这个是后壁，哦，后壁这个部分，哦，我们来核对一下好了，核对之后的话，我们就要准备开工啦，哦，这个部分。哦，这个线组应该是伫遮的，安尼，啊，然后电瓶正负，但是我怎么电瓶正负，我这怎么改呢？我本来嘛唔知变安怎，后来电瓶这个再重新再接上，好，啊，然后这个的话，这两个应该是接这里啊，啊，这个是应该是后壁顶的，哦，后壁顶的部分。啊，这个是考虑路线，哦，考虑路线的部分。然后再过，安尼比我所想搁简单呢。嘿，你发明这个物件，一个真巧。然后这两个就是普达的，哦，有够聪明的啦。啊，但是这个我都唔知啥物啊嘞。哦，水泥电阻，哦，水泥电阻的部分，但是我水泥电阻上一集已经坏掉了。然后这有两个。一个大诶，一个大诶线组差，啊，搁一个细诶，搁一个大诶，啊，这个不晓得是什么。另外，这个到底是啥？大顶线组啊啥？找无。好，没关系，大概先这样子哦。我们先比对一下，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哇，这个。加强版的那个，那个啥电盘内人呢，啊？哦，真的赞你了。这个我们基本上，我们先安装了，然后先安装之后，哦，后来的时候确定会发动的时候，电盘才会把它弄上去。好，包起来，然后瞬间进来，打开。这之前买的 CDI 哦，这个我们要装新的。Stand by。来，我发现这个是什么东西了？伊这个，这做新较早这个呢，我这是做伫后壁的呢。等一下哦，这个线组不太一样哦。一二三四四叉，六叉，奇怪，啊伊这怎么后壁过来？看这，四叉。六叉，哎呦，拄着困难啊！哦，这是四叉，这怎么一个四叉的？敢是这个无啥型呢？啊，应该是，安尼还好。好，无要紧啦，都要倒起去，再去看卖啊。啊，怎么这个哦？这个倒对我找无？这个有办法先。把它拿到前面，好，先取下来。哎，未歹，先甲扛咧。哦，懒人式的拆法。哎呦，好，安尼来，即马一个插座，一个插座，三个插片，一二三。啊，代志你唔知到底啥物？大顶线组，再下来。完全找不到那个是什么东西耶，奇怪了。我研究一下，
结果吹无，没关系，直接开动，开始。好，来开始。哦，啊，我们刚比对之后，这个就是哦，基本上，哦，喷掉，先剪线，应该是成功了。刚比对完之后，应该是不会很困难，因为这个之前车台我有换过，我也是整个把它绕过去。哦，来，啊，这可乐路线，这灯罩线又掉。尾后边整个埋线上去的时候，哦，就是要有一些线要布局，那个时候我们再另外拉线。无小挡住就对了，好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叫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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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哥。叫叫叫叫，一条叫哎呦，这条水泥电阻。哦，这个是水泥电阻的，后来这个不晓得锁什么，我们再慢慢研究。转速线先拉掉，然后这个打开，哦，这也是都给它加开，不晓得，不知道用起来，不知道那个没嘛，不知道，这个这条到底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啊，这条是这个整流器的，好，这样先给它分离分离，我去见到一个那对这插的，这个要拉出来，这有一个这个，像，哦，另外这一种，对了，好，啊，这卖对这撑过的，哦，它从这里绕过去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，哦，把它掰过，哎，这钉子接了勒死哦，这实在是污垢太侪哦，这个就基本上清这样就好了。哦，现在煮个再看一下灯，好，再来，这个再拨开，拨开之后，啊，结果我咧揪这红火这线组这个，这个等一下就拔掉，来开始，哦，这个是那个六片的。哦，是的，啊，它这个有做，基本上公母头啦，哦，上下公母头，我甲看，即马即个阁过来，哦，即马即个新的线组，我来看一下，即个做这专业线组应该是 OK 啦，哦，中有一个缺口，然后另外这一个，哦，六片它是全满的，六片全满就是这一个，好，拉下来。好，今嘛安尼，啊改个一个，哦，到安尼，非常的紧，好，紧才好，哦，啊这是五片的，哦，哦五片的部分，好，然后这个就是这样绕绕绕，哦绕下来，镜头再后面一点，较袂有压迫感。这另外一条青线是到底什么物件呢？等一下，来感觉非常之工程非常之大哦。这条绿色到底是怎么绕过去的？来，这个现在先给它塞过。啊，这个是哦，这大灯线组。大灯线组绕过去，好，再慢慢绕过来。你可以再近一点，好。哦，好，出来了，我赢。好，啊，赢之后，哦，现在再搁有一条接地线，淹掉，来换姿势。哇，提唔到诶。哦，八号才对。哦。哦，接水泥电阻，还有接那个喇叭的部分。这未来我会记这位置我都改过来，但是先不管啦，哦，先取下来再说啦。哦，来，
因为那个线路全部都改掉了，基本上准确度已经不高了。好，啊，这先给杀起来。这个等一下是要锁上，我先给夹咧，较袂袂记。哦，先夹咧就好了。好，哦，再来就是这个哦，另外小颗水泥电阻这个要拔掉。哦，小颗的拔掉，这样前面都出来了。接下来我们新的线组上去哦。我刚才做这线组吼，真正非常之厉害哦。感谢那个发明者了。啊，这么咱先来对一下。我感觉较奇怪的是，伊这个所在哦，这个是六pin的哦，六pin是对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过来另外这個，好，我紧直接倒给你。看一下，现在这样过来，哦，五片中空的，我们就，哦，直接接上，卖定，真的叫定着，好，真安呢，还是要喷一挂 WD40 之类的，应该是不差。对啊，进去了。你这若无代志，我是干嘛用白喷较好？好，好，接下来就是哦，另外这一个，哎，这吼，这有一个顺序的变哦，这我们要先把它弄好，再来扎一个大片的。其实我是看妈要哪解用 ，Q 安尼较顺还是 Q 安尼？照讲也是 Q 安尼较顺的，哦安尼啦。因为他后来这个线主要下去，这是去搞掉什么？好，不管，哦，五片的，六片全满的，好。差不多三下落，伤硬，哦，可以了，紧才会好了，伊安尼开，它的接触才会紧密。好，啊，即马了，换这个六个，即马是讲奇怪，加这个唔知到底啥物件，伊讲有敢那继电器有是。细插的头前诶，因为我这个线组，它前面只有用到三个嘛。好，没关系，安尼这个唔知是，这个唔知是预留，可能继电器里头前换，整流器啦，来整流器的继电，整流器要对了，更正。好，安尼啦。啊，它这个有个防呆哦，防呆基本上，五，好。成功，然后再来就是哦，这个水泥电阻的部分哦，绿色的小的水泥电阻，我们把它哦插上去。啊，这个是另外一个绿色的，我洗车断掉那一个，那个水泥电阻，唔知是控制上面我袂记诶，喇叭一块。好，那后来这个接地的哦，我们就是把它锁上。好 ，OK， 好，再来哦。这个我们等一下前面再下去用。安尼，我刚刚这个是啥？那个整流器有分前跟后啦，哦，啊，我是在后边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扣上。再来就是哦，这个油桶的部分。然后油桶部分等一下再接。然后因为这个要穿过去，我们要从这边慢慢穿哦，我们就沿着这路线过来。过来，哦，趴进来，啊，这个那么大，要趴进来，不晓得有没有办法过。我看一下，
应该是可以耶。瞬间皮拉掉。啊，怎么接？往安呢？再进来，过来。哎呀，没必要说想搁个歹用。最主要这个线路做的精准度算是非常高。好，拉过来了。还有这里，我这。二十几年要到快要三十年了，再换第一次了，所以这个就是一镜到底哈，不剪接把它完整呈现给大家。我阿姨这么接这个所在，哦，它是这样放进去，哦，这里放进去，这咱嘛是爱改，哦，配合安尼多啊好，就是这个距离刚好。好，然后这个拆掉，瞬间组织往来接，哎呦。带个回你无？惊嘞！无要紧，我们不要惊，就大个扭起来就对了。哦，这个是不用惊的。做两边一公一母，真巧的设计。我才带刀柄，免乱。哎，这双座加多这边，哦，这个是，哦，黄色的话，哇，它黄色是公母嘛，公母嘛，啊，加多这边这边嘞，加多这边这边，哎呦，无，好加载，没有啦，惊到，它只是那个皮不一样啊，我想哪有可能嘞，人这专业人士开发的物件。对啦，卖惊啦，哎呀，所以说不要自己惊自己。好，我自己惊自己之后，这条拔掉了，好拔掉。啊，这嘛一家都无接嘞啦，啊这无接是无差啦。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移过去，好，然后这个哈、哦、就顺上来，看到什么拆什么，好，放大。哦，这个我们看得到的，这个是后车灯的部分，先把它拎掉。哦，这个线不够长呢，线不够长，奇怪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这样拉过来，哦，我们比对，这样过来过来之后，旧的线，安尼这真正是我不够长。然后这个部分，这个里面就不要勾进去了，这个就不要勾了，要不然这样不够长。没关系，我们后面先接上，先接给你个拱，大概差个三公分了。好，这个部分我们先看一下，插片是六片中空后，六片啊五片，一空是一个是空的。啊，再来，靠在路线哦，这个哦，就绿色哦，然后黄黑这样子，你不锈挡珠放大来，这历史性的一刻，安呢？哦，注意，那这边已经差不多这样了，啊，再来。哇塞，机电器哦，这我先弄个针条好了，这当中啊熟的，哦这个这一条，哇这呢带唔知变哪奇怪呢，哦还有这蒲丹的部分，哦蒲丹的部分，所以找出，哦这个，这我旧碰蒲基本上严掉，但是这就变成后置油箱了。然后它这两条是从旁边过去的，那我们就从这边一样穿过来。好，小可伤短，还好。好，
啊，这应该你知道正户籍哦，有一个是绿色跟红色，一个是绿色，绿色红色来拔起来，这一条是哦绿色红色，哦、我们安全起见拔一条哦，插一条，很闷啊，这个是左边呢哦，哦摄影的不要紧，左边是全绿的，好。哦，左边全绿，哎、啊，这怎么是换做这厝的？厝的线我怎么是要安尼过去？这头前这么大个喷过来，甲清清好，你感觉？清一下吧，干壳之后，好，我这样把它清完是不是比较好了？好、哦，绿线接上去，然后这个是绿红的。绿红，好，对不准 ，inside，OK，、okay 嗯、这个特写一下，好，安尼今嘛这一条就可以取下来了，然后剩下，就在后边线做哪只？但这个地方我觉得发现好像接错了。伊这个有无？其他这个唔，这个唔是阮同款。对啊，这个唔，这个同款。啊，这个为什么无同呢？啊，但是佫插会落呢？对啊，哪奇怪？我看下者，啊，这唔对啦。这唔对啦，我看，伊这可能有分一级、二级，哦，那一种的。啊，但是甲看阁生啊真像，啊，但是你甲看这一个，哦、啊，这个是他原本旧的嘛，这个线破开，来旧线破开之后，这个切开，正常是爱对这条白才对啦。我看一下，叫伊线色，安尼嘛，啊，即嘛即是安尼，安尼也是即组，唔知呢，呵呵，完全生个模样，好无紧，那。怎么办呢？好紧啊，我们就也是一样先接上吧。哎呦，唔是，我知啊。哎，嘛唔对咧。你那是像安尼，这是一个，这是原厂的离类，哦，这是离类安尼。啊，继电器，这个啥？这什么？整流器的后背啊。细品的，细叉的。这是离的啊，安尼无啥共的，淹掉。这个嘛，这个、应该是安尼啦，唔对，因为这干木头嘛，干木头它是这样，所以这个是应该是离的什么烧。细叉，哦，黄的、红的，伊你正常你安落去，怎啊未输一个高诶？一个高应该是一般诶，迄个啥，有一个细界，你咧乌乌个着。安尼，他这一个，伊这迄个啥，这个是伫头前诶呢。我们这个就是这样把它装上，哦，插起去。对了，伊这有分，敢那一级、二级，有的是前，有的是后啦。迄、那个进前一个头家有甲我讲，我怎啊想着？好，安尼完成一个了。安尼，这个是原厂的插离类，插离类的话，哦，就是这一个。但是我怎么这离类，离类线就我拢钉八安尼啊，非常之无锈钢珠。这个是插 CDI 的，那这个是接这边对了。哦，这边
把它接上去。好，过来这旧线，我们慢慢把它分离到旁边去，才不会看起来那么杂。啊，这一条也是，啊，这么接，接的新的，它是接那边的，好，搬过来，好，啊，这么过来，这个是旧的离的，哇，我的离的不然不知道怎么吃，忘了，好，来，这个应该是可以把它从改边这样吐过去，中间拉出来，啊，这么接。这条大条，我记这个老条嘞，无这偷袂起来。好，换姿势来遮，后来这个电盘这边，哦，这个要拆掉，来瞬间拆掉。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哦，这个断掉，结果没有办法发动，也是拉掉。好，拉出来。好，安尼即马，这个部分就会当杀起来。因为这个线路都整个都改过哦，已经跟原厂不一样了。啊，这么加也是对下卡，所以这个剪掉。这下卡拢断去了。好，这个车台下面哦，它是从下面绕上去的。啊，等下接完，我是到底安怎接的？这个我记过诶，啊，我知影，这个直接接上就好了。啊，这个要，哦，把它剖开，因为这之前我捌盖过啊，我把迄电瓶的线盖，所以你这个就是直接，它做这个套装的下来，你直接把强化的继电器，哦，把它弄上去就好了。先都全部剖开，要剥开伤口啊！我在，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，请你别阻止亲人，得保留几分。不习惯孤独，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。在人多时候最真，哎呦，这哪无必要拆来个遮哦，关顶，好，来，最后这个全部都拆掉了，这个要整个重拉。然后因为这个强化离链，它要接一个强化的正电，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拨开，先拔掉壳。这电火煲当中在甜哦，未输免钱的啦。我想讲，无可能阁拆第二届啊。予我过一摆相爱的机会，感谢你对我这坦白，予我有重新出发的机会啊。哎呦，初然的滋味，差咪去挂着手，有一个壳哦，瞬间剥开了。啊，这个爱另外。另外，再接一个正电，啊，这个我完底。哎呀，你娘的，惊着，你当作电着嘞，因为像那个电着，惊着，那个萨克破掉，萨克，什么是萨克破掉？出现铜锈啊！我讲，这片原底是伫内底，我甲揪出来啦吼。你当初好像假搞的哦。哎呦，我看哦，三片，只能三四片，啊，但是管顶啊，我知，我管顶断一支啦，管顶断一支，哎呦，唔是哦，这政府说变唔对呢，对啊，我看者。哦，这个啦，哦，这个我是接这个嘛，
哦，我这是接正电啦，哦，这是接正电的迄落啦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这一边，有这两边伊拢正电啦，敢有可能？啊，这我敢要先甲插落。有，先等下好啊，因为我要保留这個，我当初咧装的这条是十二伏，大爱当初是过后遐做这個啦，哦，留开，瞬间拨开之后，哦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条是确定是正电，啊，我就是，哦，因为电瓶啊把它弄比较长，正负电有拉出来，哦，所以这里是正负电的延长。啊，那应该是还好。后来这个就是，哦，直接这样，整个线组拉下来。我记这个钱就歹摕，就直接过去了。想起来了，这一颗你要先把它转开，这个后置油箱下去，这个才挤得过去，要不然，哎呦，还蛮还好嘞，还是买。我的做法是能不拆就不拆，而且来 CD 还是好的哟、哦。嘛是啊，先好我淹起来哦，自己这头给我破的，好，然后慢慢推啦，哦，推推推，拉拉拉拉过去，主要是这个大粒头啦，大粒头，那这个部分，电瓶座这边，这外机当中在挤的时候，它是非常难用的。想袂到啊！我这一当中有改迄种领导的迄种 CDI 啊，哦，有用领导的 CDI。奇奇怪奇叫，你知道？科目三呢？拉了，不要拉就是科目三，哦，直接取出来。你知道我拆山做引子嘛，对哦，要到三十吨，要到三十吨才拆一届这個，是不是要让它风光一点呢 ？Every bug up, 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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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ery bug up。叫叫叫叫，看叫叫叫，叫叫叫叫。Every bug up, 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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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ery bug up。叫叫叫叫无，这个角度看到真尴尬。好，推下去。来来，我你辛苦了，你知道出来了，完眼了。好，瞬间哦，取下来了。回巴黎鸟一把，好吃。那、啊、这个我们就慢慢取出来吧，要换好了呢。但是有的东西有的细节，有些细节哦，感觉好像不太一样，后来要再去考一下。我还叫一空会当安尼大个弄落，所以后来这个哦，伊就一个这取下来，瞬间好。这个定位之后，我们再把它锁上。啊，这条，哦，可以退休了。对啊，伊这里，这插的这个啥，这个车里的头前啊。然后后来这个哦，这一坨要想办法从这边哦穿过去。哦，这个做歹拆的嘞。我来看放零二啊，好，螺丝拿起来，它这样就有足够的前后空间。来，接下来这个哦，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哦，一个一个从这个缝隙哦，把它穿过来。这是穿不好穿哦。好，来，这个大头这个我们先把它配到后面去。哦，安尼，一个。这里上去，
起来，然后这个皮，好皮也上去，皮也拖上来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底下这所在，较早我机关当前要用就无用了。拖上来，还有这个下面这个也是一样，要再直接上去。是这么小客的，那太久了。哦，哦，哦，又搞到怎只破的吼？去搞地下的螺丝啊！无要紧，破就破的。所以这做代志就是啥，大家拢是一定爱小可美中不足一寡寡安尼有无？人生才会圆满呢，奇怪啊！哎呀，来，哦，终于过来了，哦，夭壽歹用。这我咧甲看吼，伊我会记这原底是配安尼，原本是配这样，因为要不然他不会去做这个动作。我会记，那就是我发现就是安尼甩起来甩，敢那变得较无遐顺呢，记得了。伊个蛮面咧，伊原底敢是爱对只过，伊原底那无啊，伊原底无床位遮啦，我家己甲对遐撑过啊。伊原本他好像是从那边趴过去的啦。好啦，无要紧。来，阿珍妈家，这里就哦从这边下来啦，穿过来啊。他这个 CDI 对啦，因为他这边原本是哦放 CDI 的地方，但是我就是改安尼用开，因为这个加大电瓶它放不进去。接上，好，瞬间接上，等会把我包起来。好，这个哦 ，CDI 金刚组合接上去之后，这个我买啊吼，想要改迄个方形的，要改成这一种。这一种的话，保险丝跟车子通用比较方便。哦，但是就是后来先能发动再讲，然后再来就是离地的部分哦。这个我后来跟他看外机，这个不是正负电，他好像是正电进去，一这是只有这样写了，正电进去，他就是一触即发之后，他会跑出去，哦，跑出去的时候，所以这个照讲也是爱差的，唔知憋了掉嘛，唔知，它下面有个勾勾，应该是这样才对，一定是做一个开关处理啊。那也不够等。当初我也不知道那个杀出来呢，为什么这头那么大呢？对吧？我想着，结果蛮力哦，硬挤进去就勾住了。以这机器吼，它这个就是一个正电过去，它就是一个导通过去而已嘞。安尼呢，安尼怎么照讲一类？哎，但通电的就咔咔咔安尼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一头先放着，但通电就唔知烧去，我嘛唔知啊。正负电咧烧的，这个后来再延长出来，然后这个是这样对了。好，安尼对了。哦，这里我们先勾住，对对对对。原厂气氛出来了，啊加这个部分这一条是这样子哦，这样子，啊这个应该照讲是要对下骹起较对，这一条重接，瞬间之下哇，安尼起咪顺较顺，对不对？啊配上去这样子哦，配上来好，可咧路线，伊这原底是一个咧迄落咧动的，动安尼，然后。再来这个就配上去，配上去，啊，这不要个配水管的，水管另外哦，这里来发现一个缺点，伊这就是真正线伤短的，还是可以当去发落来，应该是啊，哦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底下丢惊，真的啊，真的有比较短呐、啊。好，
放这样已经紧绷，你若阁要较落来，我这条要再把它延长，或者是锁其他的地方。我你即摆救来，伊无法度交到遮，修改一下，瞬间把它调整这样哈、哦。这个已经是紧绷，因为太拉下来，这个钥匙的电门它会挡住。啊，这螺丝扣零，这个后来要锁一下。哦，好，啊，这么料，喜欢老修啊，对啦，但是这个应该是装得上就好了。好，然后油桶放进来。接上，瞬间全部螺丝锁上。啊，这个线这样还好了，伊都帮看袂落得啊。然后这个固定扣哦，我们把它印塞。好，来，融合金刚组合完成。最后螺丝锁上，套子套上，再来这个准备上去。我发现到我这个啥整流器，我原底是倒伫遮，我迄当阵甲改去后壁啦。好。锁上，好，好，来，这个剪掉，剪掉。我记得改后边，唔知是因为这水箱的关系无，嘛唔知影咧，唔知是安去挡着哦。照道理讲是应该还好诶，对啦，它会挡住啦。我想叫我无大无钱来改后边诶，不行，哦，再拆起来。所以你看看这个改装的物件哦。真正修修改改，啊，螺丝把它放这边，这个袂使，假咬，这去弄破水箱，这个不行，拔掉，好，瞬间拿掉，好，过来再看一下，所以这尾啊，这个在动的时候，这个线，这个还要再修，啊，伊这阵啊有正电就出来，有等下要通电的时候，要先测试，要先注意，这个后来要再锁好，不会去跌掉。安全起见，新的 CDI 拔掉，先装旧的哦，以免烧掉。然后最后线路确认之后，等一下电瓶锁上，通电就要咔咔咔。啊，因为这个都还没有接上的话，哦，基本上这还不会动。好，开始，瞬间哦，发电哦，离铁接上了，一旦发动啊，来，滴，无生命迹象，收尾。完全拢无反应，这就是我上惊的，对啊。好啦，无要紧啦，反正尾仔绝对一定会有成功的啊。像这水泥电阻这些的，应该是还好啦，袂惊呢，奇怪。还是发电网没电了，该还好嘞。对啊，完全袂惊啦，思维。后壁顶嘛袂倒，完全唔知啥物情形，不晓得，完全唔知要安怎，先这样，再慢慢研究啦。